好的点呢？嗯，上好的点。忍住了。同学们说为什么惠子华演的好不好？好。其实我觉得，其实海璐也演得很好，而且我觉得那个小女孩演的特别棒。你看吧，就是我说大家说好的时候，他们在拍我，没有拍你们，好不好？好。哎，你看我们的媒体朋友马上就转过来看你们的这个表情了啊。那当然。因为我觉得，其实建华是个特别特别好的演员，因为他之前所有的那个，我觉得，不光在电视成功吧，就是说，最近一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呢，他是有一个向电影转型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可能就是刚好就是契合上了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这角色我觉得还是蛮难演的。我看到中间有很多打斗的这种场面在里面，真的打下去有或者是有技术方面的指导在里面，那谁他们都很玩命的啊，那个就是像那个就是后来可能那个配乐啊或者那个音乐把有些真实的打的声给遮盖掉了啊，就是其实他们。